烤肉网上的肉片滋滋作响，令人垂涎三尺。高雄有一名35岁妇女就超爱吃烧烤，但是她出现发烧、咳嗽、胸痛，本来以为只是肺炎，没想到进一步检查竟然是肺腺癌4期。那我们那时候就要跟帮她做一个电脑断层，右边的肺脏上面有很多的小结节，大小的小结节，然后在肋末上面也有。幸好经标靶药物治疗后追踪至今情况良好，他的结节肿瘤都几乎都消失了。但是他不常下厨，也没有肺腺癌家族史，为何会罹患肺腺癌？他的先生跟医师说他酷爱吃烧烤，一个礼拜至少要吃3次。医师怀疑他的肺腺癌可能跟烧烤有关，因为烧烤造成的空气污染会产生致癌物。医师提醒民众不要经常吃烧烤，如果要吃最好选择在空气流通的地方用餐，以免吸进致癌物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